啊。招生了，大家看到没有？招生了，今年的招生有什么计划？哦，还可以招这个复读生，大家看到没有？常规招生、复读生还有择校生。常规招生是通过正常中考成绩录取学生，学生的等级和声望越高，获得的生源越好，非常真实。复读生是上次高考落榜的学生，他们会直接进入高三进行学习。这些高四的学生也很不容易，成绩较差的学生可能会希望缴纳择校费来进入更好的高中，接受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择校费，但过于贪婪可能会导致学校成绩大幅度下滑。用钱提升老师或者设立奖学金来吸引优秀学生，啊，这个不错啊，这个不错。一些家境贫穷的优秀学生可能会为了奖学金而来，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获得非常优秀的生源哦，也算是劫富济贫了哦。因为复读生是直接变成高三学生，也就是变成现在的高二，然后的话我们只多一个教室，所以说我们只能收一个教室的复读生。那么复读生收是收16个啊，然后新生的话呢收48个啊，多收一点吧，多收一点啊。然后择校生我们这边再收11个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赞助的优秀学生全部都被锁着，还没有优秀学生要去我们来我们这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赞助这个还没有解锁啊，都有可能。来吧，看到没有，收到新学生了，哇，这个发型秀啊，大家看到没有，这应该是择校生吧，果然我怀疑择校生全是土豪，或者大部分土豪吧啊。网吧开黑五连坐就少你一个，去不去？来，我们先教育局有新的文件来了， what？先不管他啊，我先来分配一下啊。复读班的学生正好招了一个班16个，然后呢就不给你们分到别的班去了吧，你们就统一学习吧。他们成绩还是非常好的，你们看到没有，都是600多分，普遍600多分，看到没有。每日新闻，寒流来袭，车间调研，市委市政府领导组成工作小组调访，走访调研本市工业企业，这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卫生大检查，你需要增加清洁工和医生的工资。清洁工是吧，保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屁事没有，天天让我涨工资，好意思吗？医生是医生，心理医生是心理医生吧。哦，对对对，我就说怎么涨了半天都不够啊，符合标准了啊，符合标准归符合标准，能降一点我们就降一点啊，毕竟我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学生的这个学纸学高，知道吧？啊，不能你那个心理医生不是原价，哇，1300吧，1300差不多啊。这个位置就是那个复读班级啊，复读班级，然后呢课程需要给它调整一下，不可能全上4级吧，对不对？你们就理科优先级啊，理科优先班级啊。好，其他班级的话呢都是这个就是。不分文理的啊，不分文理的，然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嗯，然后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教室，哎，上进量来了啊，来挺快的，没问题啊，没问题，很满意啊，很满意，200声望，8000块钱，不错不错不错啊。互动领导我们已经学会了啊，自从我第一次没互动成功之后，后面都学会了啊。解发，把头发都给我剪了，什么东西顶个黄毛就来了，都给我剪了。这个刚收的这波学生的话呢，普遍文综会高一点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直接把他拉到一个班算了。拉到一个班，然后呢把这个高一班的课程全部安成文科优先级，好，这样呢就可以了。墨镜者打人了吗？墨镜者打了墨城勇他的小报告，墨城勇他去谈恋爱了。嘿，你怎么天天谈恋爱呢啊？彗星之窜天猴羡慕 M 二神的科学与自然，但是因为囊中羞涩无力购买，那我可以帮他买吗？也不行啊。哦，你他妈你买那么多书了，你是囊中羞涩呀？你看呀，哎，打扑克牌被我抓到了吗你？你啊，被我抓到了吧？这谁？黄浦怪男啊？打扑克牌可还行？绿皮大智老在虐大法官的带动下购买了名人传记啊，还不错嘛。墨城勇打架还打架，天天打架，但是他成绩好呀，713的墨城勇太这成绩啊。墨镜者天天打别人小报告，现在成绩只有674了。每个班级都需要一个小报告是吧？对，有这个小报告的话你才能了解到哪些人是搞什么事情的这种情况啊。然后现在的高三这批学生的这个不好的特性啊，我们需要给他稍微去一去，毕竟下一批的高考就是你们了，你们考得越好啊，校长我的这个后面这个学校加的威望就越多，对不对？吊儿郎当啊，吊儿郎当，悲观主义。而且我们下次高考之前的话一定要留好足够多的能量，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在高考前释放一个技能啊。
又打牌，又是你，这个是不是那个北大女啊？好消息，这是不是那个北大女？哦，是帝之洛呀！天哪，你太让我失望了，帝之洛。阿姆萨蒂的成绩大家看一下，已经是717分了，他们现在是高二啊。然后幸福的小羊697，北大女目前653了啊，不错不错。他的成绩的话呢，不是说一直在涨的，有时候也会掉的啊。看看还有没有700分以上的。窜天猴723，这成绩不得了啊！大家看到没有？704预备战了，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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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不错。然后呢，我们来抽查一下二班和三班的情况啊。这个马亚平，这个好，然后呢，我来看一下啊，还有没有学生成绩那么差的？没有了吧？还敢成绩那么差吗？我跟你说，成绩那么差，直接被我丢到四班去，六个老师围着你一个人学教啊！我还就不相信你成绩好不起来，好吧？单独一个教室，哎呦，我们这个三班成绩不错呀，都是五六百分的啊，真的都是，这都是五六百分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一班了呀。啊，各个班级都是这个优等班啊，对不对？除了你，我跟你说，除了你，就你学校最差啊，就你的成绩最差，430分，一生的坏属性，我都不想管你了，你知道吗？啊，我们每个月的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钱呀，其实都在变少的，因为食堂收入还有财产拨款的话，一共才25000，但是我们的支出的话达到48000，但是我们的钱还是在涨，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这说明我校长经营有方啊。虽然学校一直在亏损，但是财库里面的这个钱啊一直在涨啊，一定是我校长把平时的这个工资啊全部省下来投入了这个财库里面啊，才能保证我们学校资产的话呢正增长。这说明这校长的工资有多高。小伙子，你的这个思想思路有点清奇啊啊，说明择校生比较多。这都是一些小小的因素，主要还是我校长啊，这个拿的少，干的多。下一次的高考离你们已经不到半年了呀，同志们啊！上一届的学长们啊，没几个有出息的，好吧？就看你们这一届了，你懂这意思吧？啊，700多分应该能上清华，我觉得。他现在考700多分，他高考不一定能考700多分呀，你懂不懂？莫秋他怎么又谈恋爱去了？你把又才给我抓住了吧你？被我逮个正着，没收作案工具，裤脱了，剪了给你，不能吗？过分了呀，能不能剪呢？你去心理辅导一下吧，你怎么能谈恋爱呢？我怀疑你心理有问题。剪了才……哎，我怎么……哦，黑森林是吧？那黑森林去吧。啊，跟你谈恋爱的是谁啊？我看一下，跟黑森林谈恋爱的是陌生永泰啊。我觉得你心理有点问题啊啊！但是人家709啊，我就不搞你了，好吧？你看你这个695的啊，你这个心理就有问题啊！好好这个跟心理医生姐姐啊好好谈谈啊，我付他那么多工资他都没干过活，数学鬼才啊，不能浪费啊。游戏狂热不存在的，你又不是当游戏主播对吧？还吊儿郎当一顿暴打，还吊儿郎当吗？哇，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这谁？无言嗜睡，非常适合无言的这个面部啊，这个面相，内向、悲观、反感、计算、叛逆。哎呦，你又叛逆又严格自律，拉到四班去。对啊，但是他成绩不错啊，他643分呐、啊。算了，去四班吧，去四班。给他治一治吧。但我觉得他会被带坏啊。看一下啊，给他治一治。我觉得无言会把四班带坏。来，你和这个最差的同学作为同桌，你跟这个马亚平在一起啊。然后他们就按。这个就给黑元首吧，这个最差的女生。什么东西啊？你跟这个无言在一起，你们俩属性都很坑啊。然后你们俩在一起会不会负负得正啊？对不对？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跟你说。或者说你们俩会不会互相学习啊？然后把自己的红色属性再翻一倍。我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他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也有可能。妈的执政，哎，整个四班只有你们俩的上学，是不是多好的一个环境，你看分差我去看一眼。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特别有夫妻相，你们有没有？一个模子一刻出来的啊！上级领导检查
哎，非常满意，哎，200声望，好，我1800了啊，非常不错。啊、有人会跑出去上网是吧？我们来观察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但是我现在纪律只有79了，你们看到没有？怎么又打牌？怎么又是你啊，莫生？哎，他已经打了几次牌了，地之洛你啊、嗯？跑圈跑的还不够狠吗？下次得让他罚站了啊！看看有没有人跑出去偷偷上网或者打台球啊？不，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干嘛去了？他从学校外面回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干嘛去了。先放你过门，我现在就盯着校门口。原来还有人偷偷跑出去搞事。我看一下啊，三倍速，翻译，你翻译一下那个右下角的那个，我记得这个名字好像刚才出现过。白夜梅是不是？是不是白夜梅？对，白夜梅。他刚出去喝酒了。我靠！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就盯着，我看有没有人出去啊？你干嘛去？你不要跟我说，哎，你干嘛去？这么多人逃出校园的吗？我都没发现呢，之前打台球去了是不是？还真去，让我逮到了吧，小瘪三，逮到了吧？记过。可以检讨，也可以记过，全校点啊！哦，我可以选那么多种的呀！哦，记过检讨加没收作案工具加跑圈，去吧。还有你，我为什么我只能每次只能惩罚一个人啊？我不服啊！我要把他们全部惩罚一遍啊！这人叫什么名字？哦，检讨书，大家看到没有？这次我真的错了。我没想到这次的后果是这样的严重。我如果在做之前想想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对我或者别人有没有别的伤害，而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次犯错后，我想了很多东西，反省了很多事情，我很懊悔，很气自己居然写出了那样不尊敬老师的话。啥？你写啥？你不是打台球去了吗？哎呀，还有意外收获，给老师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感到了羞愤。我冷静地想了很久，我这次犯的错误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影响自己的表现和老师同学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在同学中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这一切，我还想进一步进行总结，深刻反省，恳请老师相信我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把今后的事情加倍努力地干好。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老师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并且对我的问题斟酌处理。这个并确是什么意思啊？就你这学习水平还高考呢啊，还出去打台球，搞什么搞，并且都不会写个并确。谈恋爱的话一般是在树下，然后这儿的话呢是打架的一般。哎哎，我说什么什么吗？你这我刚说过就是打架。哇，你这一身的违禁物品，我的天，万年岁月，你居然万年岁月你身上居然这么多的违禁物品，你还跟我说你严格自律，我信你万年岁月啊。没收作案工具，心理辅导一下吧。他这里是来锻炼自己的自律能力，放身上不用。你怎么那么皮啊？你为什么那么皮？毕竟是我们这个一班二班的学生啊，我对我们这一届高二非常的偏爱啊，所以说的话一般不给你们记过啊，你们就心里辅导一下就好。要不要给你们俩处理一下？你想干什么？你们这俩的技能我真的看得头疼啊！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成绩根本上不去，你知道吗？400多分，给你们处理一下，看看黑客元首能去掉什么东西。去了个什么？啊，没把琴声去了就好啊，再给你去一个。完了，琴声没了，那黑客元首失去灵魂了呀！无言给他去掉一个。我没有放弃他们啊，我作为校长并没有放弃这两个学生啊，我只是希望他们俩可以这个负负得正啊。他们改掉了嫉妒，黑元首改掉了嫉妒、情圣，然后无言改掉了嗜睡。哇，那无言也失去了灵魂。你们俩一个情圣，一个嗜睡，两个灵魂。地之洛723，513719，莫尘永泰718，圆月星云五百、什么？763，满分多少？如果满分不是750的话，那你这个好像600多分、700多分也不是很高吧？怪不得他们之间考那么差呢，这满分不是750呀。满分多少啊？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坑爹了吗？这不是总成绩。我看他们有人说，他这是9科的分数，好像是的。
他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读文科的话呢，这理科的分数应该不加进去了。也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人720分，那你应该扣了200分，也就是说他的高考成绩应该只有520分。满分1050，他们说。哦，文综理综加在一起300分，文综理综满分都是300，满分是1050是吧？满分1050，他们才考700多，那这成绩不是完了吗？不过也很正常，这才是一个普高学生的正常水平啊，不然为什么上一波才考3本呢？对不对？这都很正常。你看这个条嘛，这个条满才是满分嘛，对不对？这也很正常啊。但是文综的话，这次感觉这届高二被我拉的还不错啊。这届高三的话呢，说实话我也管的也不多，但是成绩也还可以啊。你看，这不动不动也770多，看到没？这个776分、736分、778、780，快有800分的出现了呀。也还行，也还行，这次肯定比上一次考的好。我跟你们说啊，终于开始考试了啊！我们这边应该是普遍文科好吧？怎么一般是理科好呢？我没看懂啊！怎么这里也是理科好呀？怎么这里也是理科好呀？嗯？哎，怎么都是理科好？只有这一个班是文科好，我怎么没看懂呢？我平时给你们上都是文科，为什么这边是理科成绩好啊？不对呀，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还可以多选一个吗？哦，都可以选的，我靠！也就是说，你留大概70%的话呢，可以把这三个全部都点了。天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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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们说给他们上文科呀，上去考理科呀？我觉得我理科差不多，我觉得我理科差不多的话，去考文科吧。平时都给你们上的文科课程，然后你们俩去上考理科课程吧。你们的理科成绩比文科高的有点多呀，对不对？三个全点了啊，去吧。这次我就不相信，达不到30%的本科通学率，就算达不到，我还有我的那个，就是你们取名字那一届啊，那一届我寄予厚望。看一下我们这个学生啊。高考即将开始，气势如虹，气势如虹，气势如虹。果然，只要你留好足够多的能量啊，全体气势如虹。说不定给我考个一本出来也不是不一定啊，对不对？二本是肯定出了，我跟你们说，二本肯定出。主要是看看能不能，哎呦，居然有一个人，哇，这个你都能发挥失常，有一个人发挥失常啊，其他几乎所有人全部气势如虹。不错，不错，不错。之前那一届啊，就是我没有怎么管理，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有怎么管理，就是相当于是上一届校长遗留下来的问题。而这一届的话呢，我相当于是管了一部分，就这届的高三啊，只有这届的高二是我从高一一直开始带的，你们懂这意思吧？哎，所以说这个的话呢，从复读机获得了启发，提升英语临场性，不错。这一届的话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提升，然后等到再下一届的高考，应该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吴言怎么730分了？你看看你黑个月少，你才489。好，吴言本来就430。那人家吴言本来也成哦，吴言本来成绩还挺好的哈。行，吴言。吴言本来。行，吴言可以了，你可以不用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妈的！我来把你这都消了，你回去吧。能量不足。就是因为我坑吗？对呀。没事，反正你离高考还早了，我到时候会把你救回来的啊。来，我们把这个无言拉回去，把无言拉回我们，又他妈装不下，你先去二班待着吧，先去二班待着啊。现在只有黑元首，一个人在这个班级里了。你500分的黑元首，看到没有？你刚刚还400多呢，看到没有？这就是刺激你，你知道吧？把你暗恋的对象弄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变强了，是不是？都是有道理的啊。本校长不会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任何的操作都是有其深意的。吴言的文综都要满分了，你看到没有？你看看人家吴言，天哪，270多分，文综考270多分，你开玩笑吗？总成绩746，不错了，你知道吧？待会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总成绩有没有800分的，好吧？有没有800分？我觉得应该是有。我记得刚才吴言750来着。对啊，一班里应该一班优等班里面应该有800分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呦，你们这些一般的还没有无言考的高呢呀，710几，780几，怎么没有800分呢？是不是上了800分之后就特别难上，都进入瓶颈了？你们看到没有？哇，北大女你才660分吗？就你这样还考北大呢？开玩笑了吧？哎呀，不行了呀，你们这个成绩，包括圆圆幸运也不行了呀，就765呀，你们是不是资历所限啊？啊，不是资历，
资质所限啊，你们这个成绩啊，生源的问题啊，我也觉得，反而无言很有前途啊，他的那个，他这个上限还很高呢，你知道吧？哎，我觉得无言很有前途啊，你知道吧？非常有，我要把无言身上这些坏习惯全给他去掉，然后给他塞回一班去。我们需要调整一下了，无言有资格进一班了。一班哪些人成绩不行，要换到二班去了。逆人大法官，你才考719吧？你跟无言换一下。这一届考了两个一本，两个一本，上一届你连个二本都没有，你知道吧？而且这两个关键还是理科考出来的，我给他们上的平时都是偏文科一点啊，他们居然，我大部分都是理科，你看到没有？大部分都是理科。那不对呀、啊，你们平时明明是文科成绩高啊，为什么考试前面是理科成绩高了？我有点没看懂啊。华南师范大学一本，东北师为什么都是师范大学啊？一本啊，天津中医药大学二本，上海商学院二本，广东警官学校二本，广东金融学院二本，陕西中医药大学二本，上海体育学院二本，温州大学二本，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二本，江苏警官学校二本，上海商学院二本。哇，这二本真的多啊，全二本啊。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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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三本吧。哦，还有一部分专科。哇，你们真的是同样一批人，人家考一本，你考专科，最低分396，最高分596，靠，差了200分，差了200分。我天哪，我们的一本录取率的话高达3.636%，怎么了啊？上一届校长那可是连二本都没有，对不对啊？而这一届的这波学生是我稍微关注了一下，还不是投入全部身心哦，就有了3%+的一本率了。那么二本率或者说本科率的话应该已经非常高了吧，因为本科是包含一二三本的嘛，30%应该是过了，我觉得应该是过了。本学年高考圆满结束，本校无人进入清华北大，仍需努力。两名学生进入一本获得400声望，一个一本200，还可以。48名学生进入本科，48名啊，那可是获得2400声望，恭喜你校成功晋级，是重点。这个市得有多惨啊，一个学校有48个本科，这他喵的重点中学了，重点了呀，同志们，恭喜你，你的学校成功升级到了重点中学 ，nice， 看到没有？现在叫水来水倒霉，重点中学不一样了啊！我跟你们说，不一样了。如果还要再升级的话，升级为市重点中学的话呢，需要培养一名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而且一本升学率达到40%，威望高于25000。Holy shit！这个难度可就高了，而且不是高一点点，我跟你们说。然后你们会发现啊，出了这个重点中学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军事化管理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又走了一些学生，所以说我们的收入变得更低了，然后我们现在亏的钱越来越多了，亏38000了。哇，杜明月进来的成绩就是800分，但是呢他需要给你，就但是呢你需要给他准备60000多的这个奖学金。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旁边这个是696，那肯定要这个杜明月呀，801啊，赞助啊，赞助，把他拉进来。然后生源我还是要择校生，我要11名择校生啊，可以拿到385000。复读生，复读生我们还是给复读生留一个教室吧，留一个教室啊。文曲星下凡啊，这个是我们花了钱请过来的，就是让他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北大清华。来，你先给我剪头发去，别给我扯这东西，剪头发去。你哇，你这个发型真他喵别致，剪头发去啊，剪头发去，别给我扯别的东西。黑森林在外界岁月的帮助下购买了香烟。黑森林，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外界岁月，你居然也做出了这种事情啊！你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啦啊！天天的不想着提高成绩，买什么烟？哎，我们现在一班啊，普遍分数在哦，有一个800分哦，无言。强啊，看到无言这个分数没有，839，而且理综、啊、他不需要走理综，他肯定考文科了，他文综几乎满分，大家看到没有？我现在就盯着无言，我跟你们讲，你看无言这个成绩，202+93，这代表是超过300分的节奏吗？这已经301了，看到没有？
我操，我这什么数学？这明明是295好吗？你看它蓝色在慢慢变多，看到没有？蓝色通过自习慢慢的变绿色变成蓝色。整个高三啊，我们全部都进入了军事化管理，提高他们的上课效率。文俊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他了，他现在成绩是850几，840几啊。也就是说他高一啊，他高一的成绩就跟我们高三学霸无言一样。而且他那个语数外的瓶颈是比较高的，语数外是都要考的。如果说你文综理综都很高的话，你这个总成绩是很虚的，知道吧？是的，比如说我觉得无言，无言这个数学，对，无言这个理综比较高，但他总成绩就比较虚，他主要数学不行，数学才108，看看这个人数学值140，天哪，语文直接145，天哪，外语直接没瓶颈，文综理综的瓶颈也很高，这个文曲星基本上就是肯定是那个什么了，肯定清华北大了，北大女674啊，你只能去二班待着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黑森林重新拉回一班。为什么高三有一波没有，有一波无班学生啊？哎，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这边还收了一波那个复读生的，我去给他们上课了，可他们还行。哎呦喂，没关系，你复读生把之前的给填了呀？算了，填就填了，填了几个，没关系，填了填了填了。填了妈耶！我居然忘记了还有一帮复读的，哈哈哈哈，我去，人家交了学费竟然课都没得上，哈哈哈，过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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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呀，这样子一本率就拉低了呀，因为有一帮学生他一直没上课呀，对吧？这不坑爹吗？这不是？完了，早知道，哎呀，这一届不应该招复读的呀，对不对？这一届不该招复读的，因为我这届很强。我无言现在这个绿色条吧，说真的吧，有点多。我觉得你们要不直接上自习吧，对不对？临高考了，我觉得你们也提升不了什么东西了。临高考全体自习，课程安排全部自习。你看全自习我也不能点，我得一个一个点，看到没有？它就比较麻烦啊，系统真的需要很多的改进的地方。全部自习，从一班到四班，你们都不需要学习了，直接把自己的临时记忆给它巩固成真正的记忆。临时记忆上考试应该不算。这个事情我记得好像什么高中干过，好像是海安高中，好像是。嗯。临高考全部自习，对吧？很正常。对，高考前全自习。你们还回家？赶紧给我回来自习呀，来不及了，5月29日了已经。快呀快呀快呀，只有几天了，你们再自习一下好不好？我感觉好像晚了，真的有点晚了。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上一天是一天，上一天是一天。快快快快快快。自习一会儿是一会儿，自习一会儿是一会儿，尤其是无言。我希望你把你的，哦，考试啦，完啦。文科高，文科高，都是文科高，只有四班那帮复读的，理科高，你就理科吧。完了呀，你看无言这个成绩，他一大截绿色的呢，看到没有？来，开始了，开始了。下笔如有神，这个我们慢一点啊，看看你们有没有谁发挥失常，这个我们不认识，不管。看看我给你们取完名字的人有没有人给我发挥失常搞事情啊？普通徐艺发挥失常 ，Holy shit！ 目前一个人啊，目前这是有一个了。就是我重点培养的学生，这个方方方，看到没有？也发挥失常了，两个人了已经。这个普通学习不是看过了吗？他什么意思啊？是发挥失常两次吗？不会吧你？方方方这个人太方了，所以他就失常了。刚好结束了，光荣榜无言高居第一，985。985啊，这可是985啊，看到没有？虽然是中国农业大学啊，那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啊？这是唯一的一个985，我跟你说，我655，要是考了680就清北了呀。苏亚南，哎，不是啊，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怎么还考的不如后面几个班级的人呢？啊，看看人家苏亚南606一本。华南师范大学、崔怡可、东北师范大学、辅弼啊，辅弼你居然是我们这边考的是就取名的第二高的啊，石河子大学、绿皮大之老650分、宁夏大学、圆月星云575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本、
逆着大法官573分，南京农业大学一本，白银森林中国矿业大学一本，到此为止，他这个一本应该是570分，570分以上都是一本，我们这一波就是15%的一本率，不错了。上一届是多少？上一届3%好像啊，这个实力提升的很快啊，对不对？这个升学率啊。然后我看看还有谁啊？陌生永泰563分，天津师范大学二本，曾经啊，这个成绩在我们学校是第一名的，呵呵，现在只能沦落到十几名都之后去了啊。Notch 中国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这是什么学校？嗯，是不是关系进去了啊？阿弥大帝，天津师范大学。陈哥啊，江苏师范大学，幸福的小羊，上海商学院，这都是二本。商业之前，兰州交通大学二本，黑客元首，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二本。等一下，你考535分也进去了，他呢？他考555分也进去了，你血赚呀，黑客元首是不是啊？这20分考了跟没考一样。不要诅咒我。我人呢？哎，对，你人呢？万年岁月，万年岁月，你居然只考了527分。内蒙古医科大学，墨镜者，你居然只考了523分。河北中医大学，可还行。李子林520分，嗯，这个分数考的还是不错的哟。福建师范大学，河北中医学院是我妈。可以，是你妈可还行。所以说他上了这个大学，上了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不能乱讲的呀，你这个真的是。北大女519分，我还给你取了北大女，给我考519啊！山东建筑学院二本，浦东徐艺516分，西南民族大学二本，奶子不大，只考了516分，你要是大的话就616分了，你知道吧？然后还有谁？黑特林呢？方考了最后一名，但是最后一名，哦，方你是我们这边唯一的三本，哎，不对呀，啊，哦，也就是说我的本科率达到100%了，是这意思吧？哇！那不对，那黑色黑色人呢？哎，你人呢？你职业大学，你人呢？你难道考的还不如方吗？不可能啊！黑森林不会没考上吧 ？M 二十也不见了，没上本科的都不在这光荣榜上。我发现，我觉得有可能是考试当天被车撞死了，传染病，然后被隔离考，没能去考。黑森林可能会进入下一波的那个复读生里面，你知不知道？哦吼，对不对？这一届就是我们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带出来的一届啊，一本率15%。然后我不能说本科率100%，因为它应该是还有很多没列出来的啊。但是本科率我估计6-70%、70-80%、80-90%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从一个全校只有几个人上本科的一个学校，变成了全校有一个人上了985，还有一大批一本。我相信我这个校长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付了亏钱以外，相当不错。亏钱怎么了？亏钱还不是砸到你们这些学生身上了啊！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阴影；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